不攀附谁，靠自己的努力和意志，为了一个欲望清白的奔波。我是阿云嘎，一名音乐剧演员，那是我追求梦想的开始，离开家乡的大草原，怀揣着理想毅然北漂。北京潮湿的地下室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只有八步半，既然是自己放弃一切拧着走的，那往后的这条路不管多么艰辛也一定要走完。走着走着，我隐约在这片废墟背后看到了城堡。时间造就了现在的我们，每一秒钟一点一滴的滋养会化作真实的角色，只要我站上舞台就会尽力做到最好。我所做的就是在向时间致敬，向艺术致敬。音乐是一个忠诚的信仰，梦想的追求就像是在攀登一座遥不可及的山峰，只能靠日积月累，一点一点地去积攒，一分一分离山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先锋精神，行无止境。